那么这样子啊，那个阿万来到这边有没有什么话要跟大家说一下的？很开心，各位同学，你们选择这一所学校是对的。赶快换你讲，干嘛换我讲？刚刚讲好了，是你讲的哦。花师嘛，啊不不，花莲师范，我为什么一直搞花师？因为我不想要去花莲。张师，这是阿万跟我讲，他说呢，要我跟各位同学说，他说。他觉得他没读大学，他说也没读大学，很可惜，然后很遗憾。我刚刚有一个同学哦，他跑到那个我们这个戏台这边来，啊，中啊中啊，好高兴，这样我就问他读这个学校有什么心得，他说，在我还没有进张师的时候，我已经休息过别，等我进了张师之后，我还在看别。我的人生都气了了，那开开玩笑，开开玩笑啊！那各位要不要做老师了？就开开玩笑了哈！我去每所大专院校都会讲这一句的哈。那阿万，你今天要来表演什么东西啊？我要表演的比较少，我要表演要看综艺大哥大，待会有人要挑战我啊！我要挑战你，对，阿忠，我先下去休息，就是看看挑战我的那一个人。你不是有一个笑话要跟大家讲吗？有吗？有的。哪一个笑话？全国电子。全国电子有什么笑话可以讲？你不是说他过年前那个亲情片吗？哦，阿万休息一下，讲一下。这个在布袋戏还没开演之前，我们来讲一个。这个很棒的一个广告，等下要拿去吹他的锅。好了，那你可以先下去休息一下哈。各位有没有看过？这个过年前有没有全国电子的一个广告？很温馨，很感人。剧情大概是这样：一开始是一个小女生，就是跟各位年纪差不多的，在那个大卖场上面卖糖果。恭喜发财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恭喜发财。嗯，我就下班就骑摩托车回家。然后一到家里的门口就看到他爸爸，有没有？从乡下来那种感觉，然后就一台那种洗衣机这样，然后就，阿爸，你哪来？啊，就你过，我都等在家，啊，你爸来才刚过来台湾，啊，两个那种妇女，是吧？就还拿着那个冰，那个洗衣机，然后就这样扛上那个楼梯。阿爸，你们怎么冲下呀？好够胆啊！啊，你就爱读书，我爱打工，啊，要借给你洗衫靠边嘛。然后就抬进去，然后一进去，他女儿在那边吃泡面，好可怜。然后爸爸就看他墙上贴，啊，学费，哦。3万多块，然后欠那什么手机费，然后欠什么牙费，什么林雅慧，什么多少钱？有没有？台下不叫林雅慧，我觉得雅慧这个名字真好。我从国小的时候，坐在我隔壁的那个是叫林雅慧，然后我高中的时候，我们那一届毕业的叫林雅慧的有178。然后他就看啊。啊，你哪欠人这么多钱？啊，一包一百。阿爸，你哪有钱？啊，就下晡，我去全国电子专卖店，先买买偌济，少偌济，搁不免来利息。全国电子，好好哦。全国电子就高兴，那是原版是这样，我想一个阿中版。前面哈，啊，这个音量音乐的衬托。恭喜发财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恭喜发财。啊，阿爸，阿你哪来？啊，就你贵，我都等来吃。啊，我唔只艰苦来台北看。很熟啊，搬冰箱。啊，不，搬洗衣机。阿爸，你们怎么创啥呀？啊！你也爱读书，我爱打工。啊！买只台给伊洗衫靠边啊！我得用一套。哦，啊！你哪会欠人这么多钱？那，一包给伊垫面嘛。
就下晡阿爸，我去秋泉国店服装卖的，请偌济算偌济，我唔免来游戏。哦，秋国店子好好哦。哎，国店子就搞死。还有第二个版本，好，前面那个大家都知道，拉布，直接跳到那个他看那个，他老爸看那个有没有那个他的那个账单。啊，你哪会欠人这么多钱？啊，那一包给你带回家。阿爸，你哪这么多钱？哦，3000几万呢。啊，就下晡，你若把我去秋泉国电子专卖店，本来是想要收一台洗衫机的。啊，洗衫机哦，足重的，我抱袂起，所以吼、哦，我就想讲爱请一个吼，爱抢抢一台车来载。结果哪会知去抢到门口一台汇丰银行的印钞机。你放心啦，你顾好你家己啦，阿爸会把这个事情开了单，再来自首啦。阿爸，新年快乐！全国电子就敢吃，好了，这是开开玩笑的一个算是小品哈，先送给大家。我们马上继续看阿万要来挑战阿万的人，这个挑战阿万的人呢，原本刚刚阿万哦一开始就要马上直接 K 给大家看，但是呢太好了，终于坐满了哈。来，我们现在呢要来挑战阿万的人，这个人呢长得什么样子呢？啊，我们来看一下。你都不用报名字，我就认识你了。你的名字一定叫做我爱你无糖。